评委馆为您现场直播《武林风世纪之战二：一龙对阵播球》的这场比赛，我是本场比赛的评委员王登霄，和我搭档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著名的搏击评委员阿西周周推广人王二番战。没错没错，在赛前。 一龙是以静的方式在备战着整个整场的比赛，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场上时间，我们会看到两位王者给我们带来的比赛表现。是，对于两位选手来说，风格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为了运气能量调整状态。所以说，让我们也期待着这场世纪之战的二番战，能带给我们精彩的表现。比赛开始。 这场比赛在赛前呢又出现了啊，一龙的后手拳，第扫，又一次第扫。播球上来之后还是依然的从容。哇哦！转身的后板拳打空了，这几拳每一拳都暗藏杀机啊！整的播球的腿法呢，在全世界这个级别里都是非常强悍的。是，一龙的连续组合拳。 播球呢，在这个满月邦拉战的这个声音中又一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一龙这场比赛也面临着自己从技术到心态的一种蜕变。是，其实，在我们兵法当中啊，《孙子兵法》当中有四个字叫“风林火山”。没错，我觉得特别适合形容一龙和播球。一龙，奇袭如林，不动如山。哇，后拳前后的打击。 现在我们看到的，对我们的看到的播球，真的就是侵略如火，奇势如风。没错，播球，一龙还了几拳，播球顶膝没成功，扫踢。顶膝，要知道，虽然是泰拳手，播球对这个规则可是非常非常的熟悉。我们从一龙的眼神当中呢，也看到那份坚定，也看到对胜利的渴望。播球现在在躲一龙的前手的摆拳。 做一个左侧的侧闪再进攻，看来赛前做了大量的研究。一龙还想做这种前摆拳解后手的边拳，没成功。播球扫踢，换腿，播球后手后直前摆，下面踢一个平衡中断扫踢，顶膝。 一龙这场比赛没有出现上一场比赛一上来就发全力这样的一个，一龙后摆拳没打到，距离不够，小腿打死，进入后手拳顶膝，哇，小心，一龙要小心播球了，有联系的情况，有联系的情况，你看比赛十秒钟，是进入到近距离一回合，播球的整个的顶膝，他的。 在压哨的这一拳，左手的摆拳，低位扫砍，在世纪之战一的时候，一龙的这个低位的扫砍，达到了不错的效果。是因为一龙的这个也是他的特色，这个如果在这个少林功夫当中呢，叫做铁扫帚功，哎，没错，在我们的搏击里面呢，叫做这个扫踢。刚才的擂台上有施华进行了处理。 刚才张廷刚老师是及时制止了两方的进攻，对。刚才一龙的摆拳，播球正蹬扫踢，一龙换了一个前刺，前后手的连击，后手连击，左拳顶膝，双方换拳，左拳左腿扫正蹬，哇，这个技术的含量很高啊！是。播球又有一个这个往前推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对，中断扫踢，一龙的前刺。 中断扫踢，扫踢，顶膝。刚才那张廷刚老师还是制止了哦。播球呢，趁机偷了一腿，这个没有必要。嗯，低位扫砍。刚才播球想用一个转身的反背拳，但是距离不够。啊，一龙继续用低位扫腿，后摆拳。这场比赛。 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从精神到生理上的一个震撼。是，其实刚才哦，又来了，又一次摔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是云方式啊，让对手很难琢磨。是的，一龙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手。没错，像澳大利亚这样的比赛里边，一龙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接腿，一扫。
啊，有哪一场比赛非常的重要，裁判起步非常的严。对，国球的这种顶膝，两个人换拳，后摆拳、前摆拳，国球的后摆，哦，击中了一龙头部，一龙的右手摆拳也击中了。前四，前四，击中内围，国球的顶膝，哇！这是第二回武术精神提高到一个比较高的档次。我们经常会说一个词儿叫做不忘初心，没错。对于搏击选手来说，他们的初心是什么呢？就是胜利，就是荣誉，没错。这场比赛是播球需要的，是于龙需要的，是整个武林风和所有的观众需要的一场比赛。我需要一个真正的注解，并不是那么多。哎，在战术上可能会布置的有一些问题，但这一场我们看到两位都对对手有着足够的重视、了解和尊重。是的，这场比赛可以说有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宣传，这场比赛可以说对双方来说都是一场充分的准备时间。好，一龙，其实如果各位观众朋友你能仔细观察的话，我真的到，我真的建议各位看一看一龙的眼神。这个带摔没有意义。哼，我们的张铁康老师多次的在给播球告知啊，扫踢腿没打到。一龙现在整个的眼神气场变了，是，这眼神当中有对胜利的渴望，没错，有对信念的坚定。是的，国球在目前为止对于中国选手来说还没有失败过。对，所以这场比赛到底是一龙扳回一局，还是国球延续自己胜利的荣耀呢？没错，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无论胜负，对于我们来说这场比赛已经超越了整个赛事这九分钟的本身。对，站在舞台上的他们两个代表着武者的荣耀，是代表着武者的坚守。嗯，扫踢，接力摔没挡，扫踢，前刺，顶膝，国球这场确实打的是比较稳，没错啊，一拳，二踢腿，国球的后摆拳，前摆拳顶膝，两个人的动作都会在瞬间输出，是，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因为对于这样的高水平的比赛来说，对于机会的把握、时机的把握、位置距离的把握都要求是极高的。国球的这个右侧的摇臂啊，极大的克制了一龙前手的直拳和摆拳。对，和双方的这个相生相克。我们看又一次又躲开，在赛前肯定做了大量相对相关的训练。是，裁判警告的一龙不可以进行搂抱消极。最后的十秒钟，一龙扫踢，连续的最后是连击。啊！这场比赛短短的时间内，常规局已经结束了。是，我们很难判断两位选手、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以及电视机前的亿万的观众。当然，我相信今天晚上会有来自全球的众多的搏击爱好者。29-28，三号裁判29-28，我们祝贺一龙胜利。